이렇게 내가 빙빙빙 너를 맴맴맴 도는 것이 네 곁에 이렇게 내가 빙빙빙 너를 맴맴맴 도는 것이 네 곁에 내가 영영영 머니 겉도는 거라 逃避嘞，我也不会认输的。 他越是整我，我就要越坚强。 放开我！ 你是刚刚那个人。 结束了吗？真的，我们能不交往不行。勉强再相处下去，搞得两个都好痛苦，何必呢？走，你去那边看，那边看。妈，今天好热啊，老公。哎，穿这么多。 娶了吧，你们很后悔娶到我啊！你们很后悔娶到我啊！ 他有没有？他姐，但录影之前，我想要问他来干嘛？我们俩年龄要创业嘛，对啊。我们俩多久没见面了？你送我一杯酒，让你会怎么样？下次补上，因为我早上还有。没有，下次我不能看到你。我想看到你，我想要看到你。博德金马奖，你有没有很不爽？不会啊，而且我还主动说，你要不要去外面住一个月？这才是重点，你希望他离开家一个月。你听出来了吗？ 怎么这么漂亮？过了一个年，I don't know， 你看不清楚啊？是这样。你要配合的好。我必须要跟各位讲，你在看那个荧幕的时候，有没有觉得我的脸有点虚肿？ 很肿，很肿，很肿，会走心。因为你知道为什么会那么肿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要主持这个节目的时候，已经紧张到上节目前一直去上厕所，对，去擦赛。因为我只要一紧张，我就会肠燥症，然后一紧张，我整个就是，你知道就会影响我的脸部。但是后面就完全不肿了。 对，后面就放松心情之后，就渐渐有比较消一点。可是前面大概前十集观众的留言我就不会看，因为我觉得他们不会说好看或不好看，他们只会说我还是脸肿的跟包皮一样之类的。就我今天是漂亮的吧？太正，完全不肿，对不对？完全不肿。
停，请问突然停下来是又想突然想拍照吗？这样很突然，居然还遇到无耻，大鼓掌，大鼓掌！哇！哇！不要举手了，我就说他，哎，他怎么大拇指？然后跟他计较，我这个人很心眼很小，怎么样？但是跟我聊得来的就是性学博士许兰芳哦，因为你们也知道我对于性方面就是很喜欢大聊特聊，嗯。然后他刚好又是这方面的专家，所以就可以以专家的身份跟我大聊性事，我觉得非常的过瘾。那反应很特别，前面在做效果，就是听到他说，哎，请问男生的那个鸡鸡多短算是过短，然后多长算是合理的？他就可以以非常专业的角度说，其实男生四公分也是可以使用的。对，然后我就听他现场叫卖的声音是完全从丹田出来的，对，呀，店主老哥，就是很惊人的那种声音，老店主老哥，来来来来来，老店主老哥，我回去练一下。他又整个就是很豪迈，什么故事都愿意讲，然后就时不时就会唠脏话，又跟我的风格很像，对，所以就跟他也蛮有火花的。其他还有谁？情趣用品哦，真理，真理，就是他是卖情趣用品的，跟我也是很搭。因为我第一想要想说，哎，你们店里真理最强的是什么东西？他说，S 是法国的，你们问他真理对。他就说你试试看这个真理怎么样？我就说，我说因为如果不够正，我就不想要。对，他说你试看是法国最正的，法国最正，然后我一想最顶的。关掉，然后就跟我火爆。所以最后还没有什么，就是这个节目值得推荐给大家，一定必须得收看的原因，因为今天晚上就要首播了。因为我这个人从来不会去强迫别人。但是拜托，那个肿不是真的肿，那个是因为我压力太大 ，OK？ 那是要紧张肿啦。对，紧张肿，紧张肿，往后会越来越好。这也会结束吧？哎，其实差不多。对，谢谢大家，下午见，谢谢。